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在迪拜举行的2015年乒乓球世界杯团体决赛，女子团体决赛是中国队对朝鲜队，这是第一盘的单打。One love。我们看到中国队呢，在第一盘的比赛呢是派出了刘诗雯。Love two。那么，朝鲜队，这次派出的几位选手呢，一位是削球选手李明顺、李美光、金仲和金喜松。One, two。本次迪拜世界杯的比赛，中国队呢依旧是派出了2014年东京世乒赛的女团的主力阵容，分别是李晓霞、丁宁、刘诗雯、陈梦和朱雨玲。Let one two。大家看到朝鲜女队啊，她一般来讲呢，就是她的生胶长胶的选手非常多，但今天的这个李美光呢是左手横握球板两面反胶打法，球呢还是比较正规的这样一种类型。Four two。中国女队的整体实力啊，确实是远于其他的队伍，是以4-3闯入决赛，小组赛击败了巴西和澳大利亚，随后的淘汰赛中国队击败罗马尼亚，半决赛是战胜老对手新加坡。朝鲜队这次比较突出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在小组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中国香港队呢是小组的一号位置种子队伍。Five all。李美光是朝鲜非常年轻的选手，他的这个打法呢，他不是长胶，也不是生胶，两面反胶进台快攻结合弧圈啊。刚才我们看到他反手一板进台的快拉斜线。Five six。从双方开局只有短短的10个球，我发现了这个朝鲜选手李美光的这种巨大的变化。从东京世乒赛，他的球风呢还不是这样。东京世乒赛的时候啊，这个李美光的球啊显得没什么特点，也没什么闪光点，球呢比较平淡，两面反胶。但是今天的这个开局的十分球，我们感觉到李美光的这种锋芒、速度、旋转。
都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Six. Nine, six. Ten. Seven, ten.球，李明顺的，李美光的这个正手台内短球的挑打，刘诗雯呢是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这种准备，像刘诗雯呢就拿下第一局。朝鲜女队呢是一支传统的强队，曾经在世乒赛上和韩国联队获得过世乒赛的女子团体的冠军。朝鲜女队教练呢叫金真明，他也带出了世界冠军。朝鲜的这个世界锦标赛单项的混合双打冠军就是金鹤峰和金仲，获得Level. 亚运会以及世锦赛的混双冠军。Love one. 啊。One all.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通过第一局我们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朝鲜女运动员的李美光的一个进步和变化，因为早在这个东京世乒赛2014年五月份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这个李美光的球啊非常平淡，虽然她的打法比较先进，但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些特点和杀力杀伤板。但是今天呢，我们从第一局看到这个朝鲜选手李美光，特别是在他反手上的一些突破凶狠的程度，这个击球的时间、击球的速度，以及旋转，都比原来有了明显的进步。Let to all.我们看反手非常凶。李美光反手压得很凶，连续压直线，压刘诗雯正手。那刘诗雯毕竟啊，她是一个底子非常厚的一个选手，特别是在相持阶段，她的空间很大。Two, four.由此可见啊，这个李美光，是一位具备潜力的一个
年轻选手，只有年轻选手从去年的五月到今年也就一月份，也就半年的时间，有这么大的这个进步。这种进步呢，不仅仅是说体现在你球的这种命中率，而是体现的你的一种思路，你的一种意识，就是他的意识现在离美光非常先进，击球时间，他的高质量啊，包括他的主动性。Six, two. 3, 7. 那么世界杯的团体赛呢，第一届举行呢是在1990年，从女团的角度上只旁落过一次，当时呢是在1994年的时候，来，当时的这个中国队阵容是由王晨、乌娜组成的，在半决赛呢是出乎意外的输给了德国的女队。那么最终94年世界杯的女团决赛呢是在俄罗斯队和德国队之间进行，俄罗斯获得了女子团体世界杯的冠军。9-4。我们看到刘诗雯的球啊，她也是达到了这个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一个至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像李美光的球有一定冲击力，但是够不上太大威胁。这样刘诗雯11-4拿下第二局，2-0领先，稍后呢将会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迪拜举行的乒乓球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对朝鲜队。好球！你看这个球啊，就是实力。李美光打得很好，很凶狠，也有连续性，但是刘诗雯依然能够防住，依然能够坚持多板数。
女子的比赛呢其实非常简单，其实更多的是在比拼这种基本功，你的基本功扎实，到最后就是你是一种再笨的打法，那么你还是可以用基本功，就是我比你多一板啊，不管你怎么凶，不管你怎么搏杀，我都能够防得住，能比你多一板，我也就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赢得比赛。Two, one。那么从前两局我们看到，就是李美光发挥的应该算是很不错，打出了自己的一些特色和水平，但是真的想打动刘诗雯，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突破。比如说李美光呢，他要想打穿刘诗雯不容易，第一要调动刘诗雯，要能够把角度利用左手的优势打开，虽然他现在打得很开，但刘诗雯还是能够防得住。反过来讲，就是刘诗雯的进攻一板两板，这个李美光呢他是难以去招架的，这就看出了水平的差距。Three all。刘诗雯的球呢很有特色，其实刘诗雯自身的条件呢一般，因为她个子不高，但是呢她利用她的这种灵巧、速度加旋转的一个特点特别反手，我们看第三下刘诗雯反手呢，她击球点是高点，另外她反手他的摩擦的感觉非常好，动作呢也特别小，有敲击，有弹击，有快撕，落点速度旋转都具备。5-3。Six。Four, six。Please play。Five, six. Time out. 这样，朝鲜女队是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今天啊，朝鲜女队这个第一盘的单打，李美光表现得非常好，远远超出她正常的一个水平的发挥。Six all。Seven, six. Six, eight.
Seven, eight. 所以现在刘诗雯的球啊还不能硬拼，啊，硬拼呢有时候啊在场上效果并不好，并且呢，最关键的一点要避其锋芒，啊，每个人他都有疯狂的状态或者巅峰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在对方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停顿，要巧妙的控制它。现在刘诗雯把比分追到了八平。Nine, eight. 9-10. 10-10. 现在刘诗雯啊，其实对他来讲呢，经验最重要。如果硬拼的话，对方呢又凶，现在对方搏杀性也强，并且呢他的整个状态气势都是很高涨的，所以刘诗雯需要用变化，用经验。你看这种球搓得很好，因为之前的一板慢搓对方就拉失误了，就是变化不能一味的全是快。12-10，这样12-10，朝鲜的李美光赢下了这局，双方呢打成了2-1。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15年在迪拜举行的乒乓球世界杯的比赛。这是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对朝鲜队的第一盘单打是由中国的刘诗雯对朝鲜的李美光。The fourth game, Liu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那么从第三局我们看到，朝鲜这个李美光啊，的确对刘诗雯的冲击不小，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Go。刘诗雯呢，她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还是以快对快，就是大家打法差不多，很对路子，但是就比谁更快，谁比谁。实力更强，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利用变化 ，one two， 利用多手法，利用节奏，利用出其不意，来打乱李美光的这个发挥。
我觉得第二种办法呢，可能更轻松一些。Two all。因为这次乒乓球世界杯的比赛呢，可以说一些传统强队呢没有派出主力参赛，像日本队、韩国队、德国队，这些强队呢都没有派出主力选手参赛。那么从中国队的角度呢，可能打这次比赛从面上来看可能会更轻松。OK。因为本身就强，再加上没来强手。但是呢，就是说到决赛的时候，你这个人呢老松也不行，就是要调动的起来。不管是来什么样的对手，中国队都可以用同样的一种精神风貌和技术状态去迎接对手。这样其实也是中国队他高就高在这种心理的强大，没有什么太多的起伏。4-2。所以中国队这次呢，男运动员呢，还是用了年轻的主力。男队呢，从王浩退役之后，中国队可以说真正的完成了新老的交替。这次男子呢是方博。进入了这个团体的主力阵容。3-5 4-5。6-4。那么这个球呢，就是刘诗雯不能有任何一丝的侥幸，或者懈怠。7-4。再或者呢，就是保守。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根据对方的这种今天的发挥，刘诗雯必输无疑，所以必须刘诗雯要全力以赴的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就是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最好的自我、最好的表现，才能够赢下这场比赛。所以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他是矛盾的。矛盾呢在于怎么战胜自我，就是我是想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也不想使出那个骨子里的劲儿，因为骨子里的这种劲头啊，不是说一下就能调动起来的，这个对刘诗雯来讲是挑战，现在就必须要拿出最好的一面。现在李美光呢，现在在这局当中啊，又占据了主动，越打越好。9-6。李美光真可以用这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来比喻，确实他的进步是大家看得到的。好球，刘诗雯继续。8-9。看到现场呢，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球。
球迷和当地的华人华侨以及留学生来给中国队加油。迪拜这座城市呢，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赞助商。这几分球啊，刘诗雯是非常的霸气。李伟光呢，现在刚才这把是轻拖一下，希望有一个变化。刘诗雯早就看出了这种破绽，反手一扳进攻，打成了九平。Ten nine。Nine game to DPR Korea。这个球，我相信刘诗雯是没有想到对方的这种凶狠搏杀，反手加力之后侧身跟进一板，一气呵成，这样双方呢在前四局打成了二平。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决胜局啊，对刘诗雯来讲，对中国女队来讲，挑战性很大，很强。一是自己发挥的不错，很正常；二是对手呢，远远超出了预想的一些技术水平。我记得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这李美光的球还非常的青涩。还显得这个特别的平淡，没什么突出的一些拿人的技术。但是时隔半年之后，在世界杯团体赛，我们看到了李美光他的突破与神速的进步。One love。这球刘诗雯是很老道啊，就是说在对方打得顺风顺水特别顺畅的时候，刘诗雯呢还能够坚持住，并且去破坏对方的快节奏。弹击 2-1。 刘诗雯这个球把握性还是特别大，因为他的反手弹击啊动作小，是一种敲击的动作，有点摁下去的，这个球命中率很高。1-3。现在看来啊，这个朝鲜的这个李美光呢打刘诗雯的球，他感觉比较对路子，也就是说从球路上来讲，他打刘诗雯的球他并不难受，他感觉比较舒服。一般人打刘诗雯的球呢，一种感觉就是刘诗雯太快，对手一般来不及跟不上他速度，但恰恰这李美光呢，他也是以速度著称，所以他不是很惧怕刘诗雯的这种球路和风格。3-4 time out。
现在刘诗雯叫了暂停啊，接着来看这比赛。刘诗雯呢是辽宁人，后来呢她去了广东女队。可想而知，就是到外省去求学，到外省去学球啊，应该是成长起来的选手啊，就像刘诗雯这样的运动员是非常的艰辛和不容易，所以训练呢也特别刻苦。现在真的是考验刘诗雯的时候，硬扛。对手打得太疯狂了，发挥得太突出了。我想刘诗雯也不会想到对方能有这么高的水准。5-6。还是要想办法，只有想办法，需要智取，不能莽撞，也不能急躁。Six all。这个球是一个很提气、很给力的一个球，是刘诗雯的这个自信心啊，这种坚定的信念能够绽放。7-6。拉起来。8-6。7。当然我想同时呢也能够反映出，就是刘诗雯他这个打法的空间啊还有待于挖掘，就当对手快的时候你如何去破坏对手。7-9。我们看到这个球刘诗雯是很有把握，9-7。现在到了关键的第五局，决胜局的9-9。中国队，我想现在刘诗雯啊也是一身冷汗，中国队还是要镇定，相信自己比对手的这个水平还是要高出来。反手短的佳丽，正手拉住。10-9。
其实这个时候也没什么战术，就是把球打上台，坚持挺一挺，不失误。这个发球啊，发到了对方非常难受的一个反手台内短球，并且带有侧旋球，这个球拉也不是，如果侧身接可能会舒服一点。刘诗雯呢，这样就拿下了决胜局。这场比赛呢异常的艰苦，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对手打出了这个非常规的一些球。好，稍后呢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乒乓球女子世界杯的决赛。行进或止步，只在一念间，行止有度，视野无疆。众泰 T 六百，众泰汽车。雪花勇闯天涯为您呈现 CCTV 五年度直播赛事，雪花雪花勇闯天涯。七座家用车1.8升豪华导航版全新上市，猛兽 GH3 制霸外场，飞马国际蓝联全球合作伙伴匹克 Icon Play。彼此分享，在每一次探索中释放内心的温度。2015款福特翼虎安全智能焕新上市，福特尽无止境。2015款 RAV4 傲视登场，一汽丰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继续收看2015年在迪拜举行的乒乓球世界杯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对朝鲜队的第二盘比赛是由中国小将朱雨玲对朝鲜的女队的一号单打。李明顺。李明顺呢是位削球选手。那么刚才第一盘的单打刘诗雯和李美光的比赛呢，经过了5局惊心动魄、异常激烈的争夺之后呢，刘诗雯艰苦的拿下了第一分，为中国队呢开了一个好头。好球。李明顺这位选手呢，在近几年可以说是成长成为了世界女子乒坛一个非常耀眼的
有实力的削球选手。李明顺呢，他也参加了2014年的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并且呢也起到了他的作用和价值。大家看到的是中国小将朱雨玲，朱雨玲来自四川，在近一年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我们看到朱雨玲一个质的飞跃，一种变化，一种年轻人的突破。特别是在单打方面获得了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同时也拿了公开赛的一些重要比赛的女单的冠军。其实这个成绩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朱雨玲呢，有很多这样的年轻选手，看似不错，条件也不错，教练也很培养，但是几年下来之后呢，还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闪光点。所以长久下去，再有个两三年时间，也基本上就该有新的冒尖的选手出来了。所以朱雨玲没有虚度年华，也没有浪费时间，而是该闪光的时候，朱雨玲她打到了这个主力的位置，现在也是中国女乒名副其实的主力选手。但是今天的比赛就是看朱雨玲啊，她对削球打法的理解，对决赛的理解，会不会能够较好的完成决赛上场的这个任务。那么迪拜呢，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赞助商。迪拜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中心。而且迪拜呢也经常举办国际赛事，像乒乓球也曾经举办过这个总决赛。朱雨玲打球呢，还是朱雨玲属于很智慧型的这个选手。当然打削球啊，这个打法，智慧呢只是占一个比较小的比重，更多的需要正手的实力。6-7。现在看来就是朱雨玲呢，她打削球上来之后啊，节奏太快。打削球呢，一定要有自己比较好的、比较舒服的一种节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李明顺，他的削球啊，也是属于给攻球压力很大的那种，削的比较急，球也比较转。那从朱雨玲呢，她还是要找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打削球，现在就是打的有点乱，打的太丰富了不好。
要简单化，战术要特别简单，特别明确，啊，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这个视觉当中啊，只要一看就知道，哦，朱雨玲，她用的是什么战术，比如拉弓、拉扣，啊，或者是主要攻对方的哪一个位置，从哪个球突破，要让观众就是不是职业的搞体育的、搞乒乓球的人一看就能看明白。那么朱雨玲呢，她就找准了这个打削球的一些要害部位，就会比较简单的去贯彻。11-7 is the game to PRT Korea. Love one.朝鲜队呢，确实是中国女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手。因为朝鲜呢，它乒乓球呢整体水平高，啊，去朝鲜参加过朝鲜公开赛的人啊，都有这种感受。因为朝鲜公开赛，它整个参赛的这些运动员普遍水平都挺高，啊，它不像欧洲的选手呢，它高的就是高。这个水平弱的就是弱，它差距比较大也很明显。朝鲜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整体水平都不错，看似都差不多。同时呢，朝鲜队呢，它有着自己传统的一些优势和风格。朝鲜选手呢，非常能拼，场上有这种坚韧不拔、持久性很强。这个每球必争、每分必拼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One four。所以跟朝鲜选手比赛呢，是绝不能松懈的。现在朱雨玲呢要解决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朱雨玲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找准李明顺他在哪一块、哪一个落点，或者哪一种削球，比如说反手，或者是中间位，或者是正手位，他的旋转最固定。啊，攻球打削球非常怕的是这种眼花缭乱，就是旋转。琢磨不透，一会儿反手转了，一会儿反手不转了，一会儿正手又不太转，一会儿正手突然又转，一会儿就把这个攻球啊给弄懵了。所以朱雨玲现在就脑子要清楚，他到底哪个位置削的旋转最固定，那我就打哪个位置。固定的旋转，攻球呢，他才能够有相当稳定高的命中率。才有把握性，就是杀重板的时候有把握性，这是一个。第二条就是朱雨玲一定要防备对方的这种反攻。你看这种反攻，因为李明顺的这个反攻是很强势的啊，他能够打穿你，也能够有这种高质量的强攻，所以朱雨玲必须要能防得住削球的进攻。6-4。削球这种打法呢，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观赏性非常强。中国乒乓球队也出了很多的削球。
前一段时间呢，正好和中国乒乓球队的前女队主教练张欣麟指导，一起相聚，啊，正好说到了这个削球的打法，因为张欣麟指导原来就是打这个直拍削球的，直拍削球很少很少，但是张指导呢，就是使用这种削球打法，我就问他一句，我说削球这么被动，挨打，这么苦的一种打法，我说您为什么去选择这个削球的打法？有这么多打法，为什么不选？他说我就是感觉到削球这个打法好看，美，他看着都好看，所以他愿意打这种打法，同时也带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更多的享受，所以这也是一种奉献精神。大家看到，就这板球，当李明顺在中远台进行反攻的时候，朱雨玲啊，现在还是不太适应，不好防，防不住。16。这样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那么这次中国女队呢？还是派出了绝对的主力，但是李晓霞呢是一直没出场。李晓霞因为前一段时间发烧，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虽然参加这次比赛，但是前面的比赛也没有上场。在之前呢是进行了国际乒联2014年的颁奖盛典，结果呢是中国的丁宁获得了最佳女运动员的称号，可以说也是实至名归啊。1-1。我看到李明顺的这个搓球啊，突然侧拉了一下，这个球是一个变化的手段。那削球这个打法呢，它的前身就是这种搓球的一种模式，所以一般练削球的人啊，在刚开始的这种初级阶段，先应该是多练这种搓球，把搓球先搓好。当然这个搓球有很多种方式，有这种逼脚型，有慢搓型，有侧拉，就像刚才那种搓法，这里面呢还是值得研究的。
Levi. 36.现在呢，场上的这个感觉，就朱雨玲还是不踏实，心里有点虚，对对方的球呢没有太多的头绪。比如说李明顺的这种进攻，朱雨玲呢还是没能够就是找准这种对方进攻的落点去封住他的这种进攻。第二呢，就是说朱雨玲在拉球的时候，在拉弓这个环节上找机会或者拉弓的一些落点，他的目的性也不是太明确。好球。现在这个李明顺的这个进攻啊，削中反攻越来越凶猛。如果你防不住他，那肯定越攻越来劲儿。所以朱雨玲他必须要他的李明顺的这种削中反攻，又是一板。防他两个，他一会儿他就攻虚了，就不会那么张狂。所以前面就是说对方一攻就得分，一攻就得分。看看这两个防守追成了6-8，能不能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突破口和转机。这种进攻啊，就明显觉得气儿短一截，啊，不像刚才越攻越疯狂，越攻越来劲儿。所以你必须要突破它，削球就是这样。削球首先你要能够攻得死它，就是你在进攻的时候要能够打穿、打透它，让它削不住。就很简单，让他削不住。那他削不住之后，他再进攻，他就是被动型进攻。如果你让他能够削得住了，他在进攻的时候，他心里也定。所以他这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削不住的时候也攻不上，削得住的时候也攻得上。它是一个心理的一种暗示。看来这个朱雨玲啊，已经慢慢的可以防得住李明顺的这种削中反攻。突破这个之后，再去突破一个，就是在攻削的过程当中，朱雨玲能够找准机会。8-7。
8-9。刚才朱雨玲呢是在4-8落后的情况下，其实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天无绝人之路。朱雨玲在连续防住了对方两个进攻之后啊，情况开始扭转。现在朱雨玲还落后一分，8-9。防住！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重把朱雨玲都防住了。对方在轻放的时候，这个球啊，手上的感觉还是差了一点，啊，轻挑了一把，推了一把。啊，如果说朱雨玲这把削一下，对方也没什么办法，对方也不可能一把攻死他，也最多搓一下。这两个球太可惜了。Put the game to DRK Korea.有的时候啊，这不能够侥幸，要打得踏实扎实。那这两个球没有必要的，两个球都很犹豫出手，再轻挑轻碰。像朱雨玲现在是1-2落后。Fourth game, DBR Korea. You said, level.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我们看到小朱呢，第三局输的是特别可惜，但是呢，从运动员的角度，就朱雨玲本人一定不能觉得可惜。如果一旦一味的想着这个第三局4-8落后这么多，追到9-9，那两分球输的就这么冤，所以总是这么想的，他心里啊始终不平衡。不能够踏踏实实的去投入到这局，所以这就是一个运动员心理的承受能力。输了就输了，就过去了，下一局重新投入。那像这种情况呢，很多女运动员啊，始终是无法释怀，哎，心里就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就非得想前面的球。1-2，直到呢自己把自己折磨的崩溃为止。所以为什么老说要战胜自己，但自己确实不好战胜。1-1。那么到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对小将朱雨玲来讲呢是一种考验啊，在逆境当中如何求生存，如何去坚持啊。这个球呢从整体上来看，朱雨玲也不上风，对削球打呢他的这个杀板差一点，所以他也没有一板对方特别怕的一个球。
Good one. 这个球对方削出了一个底线长球，不好发力，朱雨玲有点急了，强行发力拉出界。刚才我说到就是对朱雨玲的这种考验，第二点呢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朝鲜运动员，不管是第一场的李美光和现在的李明顺，都打出了朝鲜运动员的一个最高水平。因为之前的这个一些比赛，包括像东京世乒赛一些比赛，我们看朝鲜队他还没有这么大的进步，但这次世界杯的比赛，首先在小组赛你看他赢了中国香港，他拿了小组第一，按道理是中国香港是小组第一种子排在第一的队伍，所以有些队伍有些选手啊他也需要开窍，有的时候可能经过一次比赛或者是经过一件事情，他一下豁然开朗了，使整个队伍激活，或者这个人的一个整个技术和心理都全面的上一个台阶。都说呢，中国队在世界乒坛上是独霸，无人抗衡。其实大家看这个女子的比赛，你看从第一场刘诗雯、李美光，包括李明顺对朱雨玲这两场球，没看出有多少优势。再者呢，确实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国外选手。国外选手往往是被吓的，所以本来打得很好，他可以赢中国运动员，他也领先，他也有优势，他也上风，也发挥很好。哎，到一定的时候突然不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突然不行，不是说中国队打得有多好，而是他自己打得有多差。前面都很好，可能突然想到了中国队的强大，我输了这么多次，我不可能赢他，所以还是一种心理的无法突破，心理的阴影。7-5，朱雨玲现在确实要严防死守对方的这种削中反攻。其实这个从第一局就有这个情况，现在都打了第四局了。朱雨玲要么如果防不住，那就避免让他攻，拉他反手去。你看，又是一个。这种球让削球攻得很憋气的，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他打了你一个时间差，让你有劲使不出，让你感觉在场上干难受。那怨谁呢？还是怨自己，就是还是把落点没把握好。打打前后调动。现在朱雨玲呢是局数一比二落后，第四局比分是6-8，目前还是没有太多的改变。现在朱雨玲注意打打前后，前后左右调动。
골. 被对方反拉了多少个了，真是看得我们眼睛都花了，感觉对方攻了一个又一个，这球一定要避免，这轻拖的球一定拖到对方的反手位去。这场球对朱雨玲本人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讲，明年的巴西里约奥运会，朱雨玲还是有着很大的希望。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都和她能否去参加里约奥运会有着密切关系。因为现在虽然李晓霞，这个成绩都没问题，但是毕竟年龄大了。这个伤病等原因不知道能不能行，到时候。好球，你看你顶一个拉一个顶的，顶到对方的反手底线去，把旋转拉足冲出去，他不照样可以得分。对方不是无懈可击，不是说这个削球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这个境界。被对方又在前台怼了一个，那这个球还是朱雨玲不严谨。对方既然就这样的疯狂进攻，那只要是你打到这个第二板、第三板的时候，你轻拖的时候，已经有点规律，要注意对方的反攻。朱雨玲拉住。相持11-10，这个球啊有点意外，李明顺这个削球啊突然变高了，又在底线。现在第四局打成11-11。11-11。这时候啊，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坚持。
防住，朱雨玲反攻。这个球啊，已经超出了李明顺的这个能力了。你看这个一个作为一个削球，比攻球攻的还多。全台正手连续拉，中台、远台、近台，全台正手。一般很少啊，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艰难的拿下了这局，双方在前四局打成二平。其实这球真的是朱雨玲已经输到家的球了。凭借自己的这种坚韧不拔、这种毅力、这样的一种坚持，拿下第四局。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信念。就是作为中国一员，我站到了决赛的赛场上，那么我的任务就是拿下比赛。就是克服所有的困难，即使对手是超人，即使对手呢有着超水平的发挥，那么作为中国乒乓球队，作为朱雨玲来讲，她就是要能够坚持下来。Time.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迪拜举行的2015年乒乓球世界杯的比赛，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对朝鲜队第二盘单打中国小将朱雨玲对朝鲜的李明顺，这是双方的第五局决胜局。从常理上来讲呢，通常攻消大战，打到了这个决胜局，对消球、对攻球不利，因为攻球的这种体力啊，进攻的落点啊，都是会有消耗和下降。One all.One, two. 世界杯的团体赛呢，被乒乓球队的人呢，被也称为通往世界冠军最捷径的一条路线，是你实现理想和梦想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拿世界冠军当然很难。你要挤进这个世锦赛的团体阵容，这个要经过层层选拔，要经过多年的这种积累和努力，才有希望进这个团体的主力阵容。其次拿单项的金牌那更难，单打冠军几百人上千人，冠军只有一个，那机会太小了。再说了，高手如林，你上哪儿拿那个世界冠军去？那是唯一的一个。再者就是单项的这个世锦赛的冠军，比如说男双、女双、混双，这个呢也是难度超级大。它这个超级大在哪儿呢？是因为你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还有同伴，你打得好你同伴不一定打得好，是吧？这个就是说你不受控制的，你是两个人配合的一个事情，不好完成的。所以呢，为什么说世界杯的比赛是通往世界冠军最捷径的一条路？
世界杯完了之后呢，中国乒乓球队又增加了新的世界冠军，也就是说有109位，之前108位世界冠军，这也是值得庆贺的一个地方。你像这次方博凭借自己的努力，从队内的选拔赛当中脱颖而出，拿到资格，进入了世界杯的团体阵容，这样拿了冠军，他就是世界冠军。多年的这种努力，儿时的梦想，也都没有白费。虽然之前的那些年也不一定如他所愿，但是毕竟自己坚持下来了，最终通过世界杯提升了自己的价值，成为了有世界冠军头衔的运动员。双方最焦灼、最好看、最激烈的时候，因为大家的所有的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啊，都拿出来，都用的差不多了，也都用干了，所以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有多少水平也都知道，知己知彼了，就是靠坚持。可以说朱雨玲凭借这种顽强的毅力，逐渐的打开了局面，这个局面来的不算早，也该出现了。
9.这样，朱雨玲拿到赛点。经过了五局的苦战，朱雨玲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现在中国队呢是2-0领先。广汽传祺，在探索未知的路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自由我精彩，东方雪铁龙 C3XR 精彩驾临。Toen Creative Technology。最山动人的风景永远在路上，别赶路，去感受路。精彩见所未见，技术派智享 SUV 启辰 T70， 启辰来自东风日产。精彩开启，智联科技，精准操控，智引未来，东风风神 AX7。张弛有道，悦我人生，全新东风标致508享誉而至。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迪拜举行的2015年乒乓球世界杯女团决赛，中国队对朝鲜队第三盘的双打。那么这盘双打呢，由中国队的黄金搭档丁宁、刘诗雯，朝鲜选手呢是金喜松和李美光。那么通过前两盘的单打，我们看到朝鲜女队的这种变化，朝鲜女队的进步和突破。Sweet love。啊，从第一盘的比赛，李明顺、李美光，包括刚才和小将朱雨玲经过五局的削球选手李明顺，确实
这就是比赛呢达到了比赛的效果和价值。那说一场比赛它并不是看到最后的输赢，而是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是不是都发挥了最好的一面，都有最强的这种竞技性，这样呢两人都有很强的竞技性之后呢，这个比赛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呢它就能够展现啊。如果是一个特别强但一个特别弱，这比赛呢就可能差距啊就太大。前两盘的比赛中国队虽然赢了，但是这赢的里面啊很艰辛。 Six love。Seven love。稍微让人家的，不要低头。Love eight。Love nine。这个双打的比赛呢，可能会出现一边倒啊，也是，有着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根据前两场的一些情况，朝鲜队的整个气啊也就下来了。Nine one。丁宁这个运动员呢？确实是一位让人很放心的一位选手。Ten one。丁宁的比赛是一种态度，没什么太多的这种起伏。Two ten。始终如一，始终坚持，偶有失败。11-2 came to China。 这样丁宁刘诗雯赢了第一局双打。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朝鲜队的左手横拍呢是李美光，右手横拍是金喜松，那么朝鲜还有一位选手叫金仲，今天金仲啊没有出场，金仲是位老将，金仲呢也是获得了两次混合双打大赛的冠军，一次世锦赛，一次亚运会，今年的仁川和世界锦标赛的混双单项，他和金鹤峰获得了混合双打的世界冠军。One, two。Three, one. 这次国际乒联在迪拜进行的这个年度颁奖盛典呢，最佳男运动员是授予了尼日利亚的黑马阿鲁纳。阿鲁纳呢，在2014年创造了非洲乒乓球运动员的世界最高排名。在去年底的这个德国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阿鲁纳是奇迹般的闯入了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最终以2-4败给了张继科，
但是呢，他仍然创造了这个非洲乒乓球的一个新的历史。所以这次世界杯对中国乒乓球队来讲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次比赛，一是团体赛，大家呢整体的压力也不是太大。好球，不像这个单项的比赛，那这就是说从感觉上这种压力啊，包括这种承担的责任啊，都完全在于这种自己吧，个人。团体赛呢，它有一个相互依靠、相互的这个给力的这么一个心理慰藉。再一个呢，中国队的水平也确实高。那么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呢，一些强队相对比较强的队伍呢，他主力都没参加，这样中国队等于强上又强，没碰到什么高手。但是往往是看似风平浪静的时候啊，就有着很大的陷阱。比如说今天这场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和朝鲜，中国队如果稍有闪失，这个球真的60%-70%都要输啊！因为前两盘的单打大家也看了，无论是刘诗雯和这个李美光，还是李明顺对朱雨玲，这两场球真的没有什么，整场比赛都没有什么太多优势，而且是在逆境当中，是在落后困难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时候，一点一点扳回来的。所以如果今天中国女队准备不充分，对困难的认识不警惕的话，那今天这个球基本上是输定了。但是恰恰相反，中国队毕竟是经过大赛，很多大赛的洗礼，经过大风大浪，所以中国队今天啊依然能够打出现在的这个第三场这样的一个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前两场是特别的艰辛。Seven all。7-8 8-all。现在丁宁和刘诗雯还是需要警惕。就是从丁宁刘诗雯的角度呢，丁宁属于速度慢一些的选手，刘诗雯呢在近台，但是朝鲜这两位选手呢都是以近台快速的这种打法。好球。10-9。
10 all. 10-11.诗文12-10赢下了第二局。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从2013年的1月1日起，迪拜这座城市就成为了中国乒乓球队的赞助商。Good game, Dubai, Korea to serve.我们来看一下双打的第三局。那么这个迪拜成为中国队的赞助商，这也是中国乒协首次收到来自国外的赞助，开创了世界体坛以城市名义赞助外国国家队的这个先河。迪拜呢，除了大力的发展这个贸易旅游业以外，现在迪拜的这个眼下的这个免税区啊也越来越多，涵盖到从媒体到体育、金融和生物科技的所有领域。迪拜呢还有这个世界上第一高楼哈利法塔、世界上最长的金条，还有世界上唯一的这个七星级的酒店帆船酒店。另外呢，世界上所有的国际名牌也全部入驻，所以迪拜呢正以它这种高速的发展速度让世界惊叹。现在丁宁和刘诗雯还需要耐心的，就是要耐心对待比赛的每一分。对手毕竟还是有着比较高的这个技术水平。4-5。5-5. 6-5. Time out.我想作为像丁宁、刘诗雯这样的高水平的运动员，如何提升境界应该是一个课题。什么境界呢？就是说运动员呢，他往往是
就是在比赛啊，不停的在比赛，在争这个输赢。那如果说运动员把自己放在一个享受比赛、享受过程啊，用一种特别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每一场球，我想呢，这种就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同时心里还要装着观众和球迷，他的这种言行啊，包括在场上的表现，都需要有一个更高的这种要求。所以当很多运动员老将快退役的时候了，打到这个尾声的时候，像马林啊、王励勤，到后面都是在享受比赛，珍惜每一次比赛。Six, seven. 我们看到朝鲜的这两位选手，确实他们一左一右的这种搭配，速度衔接的超级快，所以丁宁和刘诗雯还要注意落点。Seven all.Eight all.好球！我们看到丁宁、刘诗雯的这种搭配啊，一快一慢。而丁宁呢，总是在抢正手，啊，用正手全台进攻，落点上呢也比原来要打的技巧一些，直线非常多。Nine all.Ten, nine.丁宁侧身，这样丁宁刘诗雯拿下了这场双打，中国队就获得了2015年乒乓球世界杯的女团冠军，同时也获得了世界杯女团的7连冠。我们祝贺中国乒乓球女队。好，观众朋友们，是由杨颖为您做解说评论的，稍后呢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世界杯男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对奥地利男队的比赛，请您稍后继续欣赏乒乓球，再见。